王总，里面请。哎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来，坐吧。好嘞。我呀，还得感谢您呢。这个百忙之中啊，抽空见过一下。嗨，其实我们早该见面聊聊了。你看我们在一直是门对门的啊。是是是，您这不是一直忙吗？我之前呢，也没好意思啊打扰您。我也是瞎忙。 要不咱就直接开门健身，您给我计个时。不用计时，别呀，您看，那个您别在我这儿通融我呀，您按规矩，咱还是5分钟。我的意思是啊，你不用跟我再说什么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。那您觉着我这个成胜赢家，我们觉得目前没有投资的价值。 不好意思啊，咱们毕不了业了。都去我那屋，把那个钱分分吧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面。叔叔拿到钱，对我把头点，我说：“叔叔，再见。”